乐队，我操，仓库拼杀兄弟，完了，这仓库我有点慢了，我让乐队接个电话，有点慢了。我真快吧都，我这时候救一下。我操，锤到一个是什么意思啊？玩腐吗？操！啊！我的妈！ 就一队吗？不知道，不懂。子弹一打，平房进了，黄平房，闪光弹。进。哎呦，他把四级给掰了。装什么啊？ 装什么？这都泼我！打头了！牛逼！喊个帅！四个人，装在二层楼，到左边二层楼。 三房去了一个，OK，没有，抽倒一个，三房近点一楼就有一个，还有中间还有，中间清一下，没有，楼上去，楼的，牛逼，我操，兄弟们，我们这么厉害，李路快，没看我们李路。 在右边外面吗？右边，平房，倒在平房，倒在平房了。给我倒两个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我操！你们老师给我带着跑去吧，哪里去了？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李璐，咱就说以咱这个分数，李璐，快往左打！110，兄弟，近点，就在这里上。原来倒一个。 原来还有一滴，我近点一滴，你他妈就补人是吧？这是个挂，兄弟。着急了，我听你说一滴，这是一滴，我还打了一枪，这是一滴。